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哟，这有600个钻石哎！无限赛罗，这还不打？这不打，等待何时？装备都不用换，直接拿500个钻石，多么香！又是杰斯提斯，佐格回血，奈克赛斯。场面一度混乱啊，朋友们！他们回血非常猛，哇，他怎么一下把我打这么远呢？还好我们无限赛罗抵抗防御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要不然早都被他们揍傻了。佐格你跟我躺，杰斯提斯你跟我躺，闪避率这么高，也是够难打的啊，这三个。好的，还有一个了，终于只剩下一个了。走，回旋镖，哎，这个奈克赛斯还真挺能扛的呀，这个英雄。哇，他在回血。好的，定住了，吃我一套八重破坏光线，他还跑了。哎呦，可不，瓜牛哥可不可以用风马奥特曼打排位赛？后面都会打的啊，朋友们。但是这一个星期不能打了，这一个星期只能星期天的时候看瓜牛哥抢排位赛第一名啊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